这个红肉这些东西，南边吃个，南京人民晚上第一个吃个红烛呢，就是长期长期的过送通节的，第二年过送通什么的，做通炸起过来，通过来的你是没有意思的，跟南京的红就南京人就都没有南京的生产的给吃掉了，你哈工人生活上生活内容的哈工都没有的。这个红的被你把切过来的。普华金刚的种子字是红字，为什么这一次观音这是一字呢？它们有什么差别呢？其实红字这两字除了这个发音的区别之外，它的意义在侧重的层面上也有差别。比方说红字，它是偏诸法性空的本事，这个面向多一点，然后它代表着是一切诸佛的总体。而释字呢，虽然也是这个意涵，但是它代表着空悲双运，所以它的悲的这个层面呢稍微多了一点，所以这从意义上来说主要差异在此。不过不管是观什么本尊涅槃，全部都是观想控制的，因为如同刚刚所说的，控制是一切诸佛的代表，一切诸佛三密的总集。当然所有的诸佛都有嗡阿吽三字的身语意三密的代表，而这一切的身嗡阿吽全部总集在一起呢，就在一个控制上面。就算多达十万尊的本尊呢，它的三密的功德呢，也是总集于哄当中的，所以你可以只挂哄字就可以了。那么，哄字的究竟，你去意念哄字的时候呢，哄字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着自他般若的究竟意义。所以，在生于一三种种子字当中呢，哄字是最主要的，它代表着诸佛心意，或者代表三密的总集。这个心意的意思呢，就是般若的本来智慧。所以，当我们猛力的念诵一声哄字的时候呢，自他对立的这种对立的分别念的是，当然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常常这样子去观想，常常这样去意念的话，有助于我们将来了悟内心的实相。所以控制本身是非常有威力的。设备是那么大，常见有红的、去泥马的、给你打的，设备这些什么的，多么有钱的这些，谁来呀？这些家伙太大了的。三级出国的，红的出国的，这里出国的了三兄弟的，你妈在龙国的，这里到外头直播国的，各省的，各省的，超省的，各省的，这些全部有的，台湾的这里的，就当你妈到外红省的，所以他们这个工人你妈在到外红省的工作工作有的，对不对？这些咱们这些平庸起不到的，这里的工人肯定得到的。用的平时就把那个，像这啥子雷达这些要的，那雷达就不嘛的，始终雷达嘛的，工作生产吧，内部革命，各生产吧，也有革命，工厂超生产吧，南边革命早生产吧，内部革命各生产吧的，这啥子，你妈的红色的，那么这，这些叫啥子东西，全部吃的孩子。从“哄”字又可以延伸到我们常常看到的，像那个见解豆腐上面的这个标志，中间是“哄”字，然后后面的两个圆圈，红色的那个圆圈呢是日轮，白色圆圈是月轮，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法报化三身，同时呢也代表着佛法僧三宝。“哄”字代表的就是佛宝，也是诸佛心意，然后呢，这个日轮代表的是法宝，月轮呢代表的是僧宝。同样的呢，再相应下去呢，哄字代表着法身，法身当中具有慈心跟悲心的功德，展现为如同日太阳的，如同日轮的这个报身，然后呢，如同月亮一样遍及一切处的化身，就展现在各处。所以它代表这个图案呢，它代表的是三身，也代表着是佛陀的三密，也代表着是三宝。那么所有我们观想任何的本尊法门呢，最重要的其实就可以观这个哄字，然后还有日轮跟月轮。这个就涵括了一切的观想了，而且像这样子的观想，既有非常既有殊胜的意义呢，也有非常广大的利益，所以观想这一个字，然后还有日轮月轮，以及其中的含义呢，其实就总摄了一切陀罗尼的道理在里面。它不是一个标志，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标志而已，它真正代表的是基道果三个层面，代表着三宝跟三身的道理。从基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佛法身三宝；从道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上师本尊空行三根；从果的角度来讲呢，则是佛的法报化三身。所以意念观修这一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趁机请罢了，对呢，然后说说给西差委的谈话就说了，等杨明奶奶趁机请罢了给，我说空手给差钱呢，我说给我中那空手了，对呢，给我抵达的呢，让你托给了别人。我托不到，说明这经验没，拿了这三这个托给我嘞，对着他，这他了，上街他了，对吧？对。先进吃了这样了，第一个呢，先进第二天呢，第二天第二天呢，第二年年一节呢，哦，第这样了，第先进就便宜不要嘞，第二天不个呢，大一咱们搞的，第二天一咱们就便宜了，你大年年尾巴，你上地吃不差的不要嘞，第个呢，大不吃我就便宜，第二天就这里咱们就便宜过了，大过了第二天就他们把那个便宜呢，拿你手不要嘞。我拿了多少的，拿了多少的，让你恰当的多少的，这个你可以要嘞。这边的经济是等于上次大伯看的，就像经济是一张房一张的便宜过嘞。别人阿拉没翅膀包的，等于阿拉另外讲可以要嘞，再加上个或者脚包的两个要嘞。等于一张便宜的呢，等于今年是在哪里？今年是便宜的呢？等于今年是不是涨了多少要嘞？啥也买过嘞？我今年是那马路没得便宜的呢，干啥便宜去哪？便宜嘛嘞？참참늘고요래지금까지이삼주일게있어보여래지이래지이래지이삼주일에니빨대들이쇼고쇼고소용나배기요래배는마루보글을세워치보거나보글을세워진늘고요래야보글을세워진집주마배기진에서니마루니가나배기요래배기치보여래지最后几个问题主要就是能为其他人或者在就已经辞世的亲友为他们来做善法，那他们如何能够得到？其实只要是对他们有慈爱心，他们是可以得到。但是我们要讲究这个所谓得到功德利益的方法，得到善根的方法，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他们的慈心跟悲心，然后去意念慈心跟悲心的功德，意念慈心悲心功德，这个就叫做意念本尊，就叫禅修本尊。那他。当我们意念本尊的时候，就是真正在了悟，真正在意念着自他不二的道理。随着自他不二的了悟更加的深化，我们的悲心，对众生的悲心就会更强。这个就是真正的本尊的修持。我们如果常常想着我是一个凡夫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敌人，这种都是一种所谓的凡庸的想法，因为认为自己是凡庸的人，所以会很执着着自己跟自己的好的亲友，或者说跟自己不好的这些怨敌。这样想法其实真正说起来是非常有害的，就像是有些人会希望我能够帮他，能够帮他们做就是加持的这些事情，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是人，我们把观念仅系在人上面的话，能够产生到利益就比较小。可如果我们想的常常心里面想的是本尊，而不是去想人我的分别，凡庸的人的这种概念的话，我们把这种凡庸的人的概念放在一边，不去想这些事情，不断的去想本尊，不断去想慈爱的价值的话，那么数以上千万上亿的这些观音本尊就能够真正的饶益有情众生，这样的意义是比较大的。就像比方说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如果一直只是卡在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问题的话，问题会一直纠结的。可是如果一直想着本尊，比方说一念之尊度母的话，就能够从自他的对立当中跳脱出来，那么这是比较有益的。你咋子咋？啊，咱朝鲜去了，你到那去等啊，等咱接哦，到那块儿你咱接，你就可以去过去了。你咱就接了这里，你咱他妈接去过去了，接接不得了，红接了这里，你咱他妈接去过来。你坐那红接上就上街了，这上街上忙着玩去呢，这个星期上街，星期那能上街呢？从我们这萝卜就没接上，这萝卜就嘛的，这垃圾一扔的，这你莫这里上班的人家。都拿出来他们上班的年轻人都有的啊，这里带着上帝的主吧，上帝的主吧和大国家过的，这里是啥？大国在这里说他的年龄，那么陪伴他们去崇明发展陪伴养土地去，这点经济条件呢，这些大个在那里双方当家里嘛不加比有的，这些大城市五年上一次呢，甚至今年这个村庄我们那边大个家头嘛的。
咱们人讲去过沙瓦西巴，他们今天今年这个值班的，这碰了今年这个值班，碰了就给我们值班的，啥？你说说了，当上上面重要的，你只能听一家合的，今天咱们人讲南巴了，这里罗巴家可以的，听一家合上面没差别，要不的，这里就是咱们人在觉得干啥干的，去过沙瓦西巴，他们去了，你大些的人，你大家看的这人。就把他们去了，你扎西的人忙不休的，他刚刚嘛叫他马上，这个说娘子有话嘞，朋友娘子托过有嘞，这家里人了嘛，送个家去那个呀，这大家可能马上个天天学有，往天天学有，这他们这个大家看你往天天娘子五十托过有嘞，这个在那里，从娘子去，这里平时上班，他这如果跟什么有嘞，这他妈扎西的人。这些人在地不能错吧？什么地方去的？两个多瓦里，没那么些这些的嘞。最后要跟大家再补充的说明就是，一念再多的本尊，其实一念一尊本尊是可以完全包括在。可以说一念所有的本尊都可以完全包括在一念一尊本尊当中，那任何本尊的禅修法都可以包括在禅修控制当中，那么主要重点在于不要离开慈心跟悲心的修持，如此了的话就一定能够把握住一切的实修的要点，如同诸众生本为佛，然为课程遮的这个道理，暂时的课程障蔽了我们，那么意念本尊实际上指的就是修持慈心跟悲心，所有本尊法门都是融在慈心跟悲心当中的，唯有慈心跟悲心才能够移除暂时的课程染污的障蔽。那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重以慈悲心为首的修持，在慈悲心的修持之外呢，希望大家能够多修安忍，然后就是跟大家做的主要的叮嘱，那再来就是感谢诸位这次的莅临，包括了持着别解都戒的这些僧伽大众，还有在场的所有的法友僧广义的僧伽团体的所有的法友们，非常感谢诸位的莅临。另外呢，就是筹办这次法会的施主，他们也是以极强大的心力来把各方面的顺缘都准备的面面俱到，他们的发心真的确实是如同观音的发心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心的话，是承办不了这样的事业的。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在这个事业上，凡是从事一切佛法事业者，他就是观音，就是度，男性就是观音，女性就是度，他们确实是如此。在此也特别是感谢他们的筹办。然后呢，再来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台湾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社会，能够提供世界上的许多佛教的法友能够有相关的学习佛法的资源，所以这是很殊胜的事情。特别呢，这次也能够透过网络的播送，所以我们能够同时与各地很多的法友能够一起进行修法，大家心是在一起的，我本人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也一起获得这样的功德。那先前没有机会跟透过这个网络来跟在世界各地的法友问候吉祥如意，这次呢特别的跟诸位说一声吉祥如意。那么不只是我们的法会，凡是透过网络在任何上师那边、任何善知识那边学习教法，就能够真正得到佛法，能够得到获得法力的，这一点应该要在内心当中加以确认。最后呢，希望大家还有相处能够彼此和睦，彼此有慈爱心，彼此团结，互相担待，能够修安忍心。愿最后呢，发愿诸位在今生都能够幸福，一切圆满，来世呢共生极乐。谢谢大家，吉祥如意。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